朋友们，有没有要问问题？应该是有人要问题吧，因为刚刚一直有人跟我讲说他要问问题。啊，人呢？好，人不见了，没关系，那我来问好了。我要问好老套问题，请问一下，2008年，你对自己的这些计划上啊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跟大家先预告一下。2008年现在在着手做准备的一个，就是会发自己的一首奥运的歌曲，希望可以帮中国的奥运健儿加油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现在在筹备的是3月9号在上海将举行的一场歪理音乐会，是我第3年的歪理。上海的歌迷们又有福啦！除此之外呢，其实我想问一下，是在你自己的这个歌曲的这个风格上面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idea 的想法，想先透露给大家，给你的歌迷？没有透露，因为我想法都是临时，突然冒出来的。给你，所以之前可能是没有是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人要问问题？还是你们？目前没有。是目前呢？想不出来，暂时没有。目前就是现在。叫那你的下一张专辑有打算了吗？我的第3张专辑有打算了吗？你的第3张？你的第3张？我的第3张，因为写可能会发 EP， 所以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考虑一些东西。EP 是这次贺岁版吗？还是新的 EP 啊？不是，贺岁版是贺岁版 ，EP。能透露什么时候发 EP 吗？可能3月份。哇，这么快的？可能。所以309之后了，可能哦，想必这位应该是玉米吧？对，309的票已经买好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啊？丢脸的好，有好丢脸吧？做什么丢脸的事情？确定了才告诉你。现在。志愿者，好想啊，想怎么报？好，可以啊。好，我想大家后面有那个，就是后面也有两时间要改。谢谢，谢谢了，那好，谢谢。